한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我直接上路草丛站了啊！我直接上路站草丛了，这红我不砍了。这把打的狮子狗不能砍，把草丛给他拿下。我们这边又是EZ，打吧拉夸。也不一定，昨天他EZ不还是行了一把吗？有一把行。 我不能跟人语音，你知道吧？我一跟人语音就是乱，就思路就乱。就别，我就执行力太高，你知道吧？别人一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我就没有自己的思想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执行力太强了。 你别，我再打着你，我他妈整死你！丢一个兵，丢两个兵，丢三个兵啊！哎，他直接不传了，不亏死你呀、啊！你不传。 这尽力了，这实在是尽力了，尽力了。不过没事儿，虽然我死了啊，但是我们不是很亏，狮子狗照样打不过，这就行，给包尔一个人头给就给了，没有关系。 这种兵线就很好，等控线儿，这个不要用 W 来控线了。前期太凶了，不是前期凶，你前期凶他没有毛病，我打出优势了。前期，关键就是这狮子狗回血太可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回了很多血。 我及时给他套点盐，他都没死。你们自己看着等级。我照样5级他4级，那包米帮他抓着一波一点效果没有，你知道吧？回家。他推线慢，没事，我们直接回。这波直接来个死刑啊，出一个小药。
点盐给晚了，不是，那狮子狗，你即使给他点盐，他还回60%血呢。他 W 好了，怎么打也打不死。刚五级，他这才刚五级。等一下，妥了，走进。笑，笑啊，笑。喜欢笑，笑啊！先来个这个吧。打野每次都抢人头，打野前期拿人头是没事的。你打野前期你就不拿人头，你说你还怎么带节奏？你野区打不过对面，这种人头这就不用让，知道吧？瞎子毕竟是前期英雄，前期拿人头没毛病。兵不该抢吧？哎呀，这种兵线该推的，他提亚马特正好帮我推兵线，这都是没毛病的，这都是。这么爱我吗？这别人拿你猴哥点兵，就可劲儿的维护我、拥护我，流泪了，泪目了，兄弟，泪目了，我哭了。这就有点下瘾了啊！黑山之名的，包女儿又住这儿了。操，是不是贪了一波？不拿那个好了，是不是？Nice， 这波不亏。我寻思那中路不见了，应该也没事儿，他应该也不能来呀。真恶心！
你说那狮子狗又帮不起来，对不对？你要能帮起来，咱也就算了。这狮子狗，对不对？他狠，你帮他起来。你大爷的！你说你俩连塔都越不了我，你还玩个屁？那队友都这样式了，还他妈是往上跑，这是哎，傻子！那都扶不起这阿斗了，还在那扶，有毛病真是，精神病！你给狮子狗吃这么多塔皮，你说他能有什么用？他要真是能起得来行，真的，你就帮他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又起不来，都4-13了，还搁那帮。2-1差点死一个还。真是精神病。还破败呢，破败你都打不过我。你瞅他跑的，你瞅。你俩是真是他妈的连体婴，我操了！我是真是服了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你来吧。草丛才是他们的家呀！差一点点。打死他！打小龙，狮子狗起来 EJ 要完，这把能输把裤衩吃了。他们家能靠着狮子狗起来啊，这把要输了我把裤衩吃了，我说到做到，我看你怎么赢啊，我看看你能怎么赢。我现在开始我就开始打团了，我都不去了线上，我让你抓你抓吧，我看你这包女一打个团战你能有什么用。这不还搁这里头呢？来，打的啥呀？
五打四能打输了啊？我是服了，是裤衩是肯定不可能的，苟延残喘。艾克不在，又打。兄弟呀，减速，来斯！想让我吃裤衩，等于不可能。一个你也收不了。你别看我零杠六，这把他们赢不了。我零杠六也比那女警有用。我操你妈了！你是不不应该骂人啊？你稳住，蓝莲汉。不要让怒气冲昏了头脑，正常，强者总会被针对。打小龙来，哎，不应该骂人啊，不对不对，这不对啊，这不对，这不对。小龙吧，我这也过不去。还行，可以接受。你这为啥跑了呀？哎，其实这你这应该这把应该出兵权的，闪现不闪好了，这个闪现不闪好了，确实不应该闪，差了点钱。我想想啊。这波卖不卖这个多兰，出什么鞋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把出布甲鞋，完了出错装备了。
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反甲没用的，你虽然死的比较多吧，但你不能没用，你知道吧？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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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真打呀！我操！哎，这为什么跳弹打不了啊？这团战打的，其实现在倒不是狮子狗的问题了，现在是包女的问题呀、啊。这包女太恶心了，那EZ就跟吸铁石的，老他妈往上撞啊！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每次老是我们抓人，然后老是我们被抓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可以啊。是时候开一波很好的团战了，兄弟们，打小龙。一换一
一换一不行啊。天杀蓝刀锋，可以，包女儿，艾特呢？几条龙啊？难办呢，就感觉好像老少了点什么东西。少了点什么呢？少了点伤害，少了点减速，感觉差一个冰拳。少了上单，兄弟，你说实话，你看看他狮子狗那装备，你自己瞅。他刚才连个鞋都没有，那都根本那都没有用。就你上去吧，去打人去呢，那就只有你自己。别人上来打人来呢，自己是自己，但是能杀得了人，我杀不了人。老少个二次突进，你知道吧？我一上呢，就旁边这人就没办法上，杀不了人。你说这狮子狗这不杀他？我操了，我这个动都动不了啊！不让我动，哼，行。啊，西吧，给我打死，可以。杀女警，给我收，收，收，漂亮。少了个 EZ， 蓝莲汉别梦游了，我马上无敌了，你别跟我扯啊，马上我无敌了，等我两三百块钱。对面现在已经上头了，七 ，nice， 兄弟们，给我追！30分钟，这装备还无敌，这装备就已经无敌了。这把就是打野，这个你们先去啊，我带波兵线。真是难受，这里还有个夹，哎，真是 fuck 了。这个游戏啊，这得推塔，你知道吧？像那种追人是毫无意义，你知道吧？你追完人你推不了塔，那不行。我们就负责推兵线了，推兵线让队友推塔，赢啊，赢啊，不挺能的吗？赢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赢！我看看怎么赢。
还赢呢，赢一个我看看，赢。哎呀，我可以了吧？这兵线一推队友就舒服，也不是区外人，赢啊！刚不挺狠的吗？赢啊！哎，溜溜溜溜溜！nice 的兄弟们，也该让我躺一把了，是时候让我躺一把了。哎呀，你别说我十四级，这把他确实这是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这打野不当人呢，这得推线啊，兄弟。为什么他家输了？因为帮这个狮子狗了。狮子狗狗屁用没有，两个装备，优势优势没有，打团打团没用。为什么输啊？就因为没，就因为帮了个狮子狗。要是不帮狮子狗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随便赢，真的，可能就随便赢了。把小黄毛给一杀崩，女警一起来，无限点我们，直接放风筝，游戏结束。侧重点不行。我为什么敢说我能吃裤衩啊？就是我知道他们家赢不了。就这玩了啊，就这么个玩了啊。哎呀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你瞅他出那个装备吧，你瞅瞅他还出个沙漏子，你咋不出个帽子呢？我看看。大龙啊，要抓我了，快来。刀锋啊，行事儿了，你们没大招吗？这个谁呀？好啊，赢啊，让我吃裤衩啊！你跑个屁！你还能跑得了吗？你炸死一个炸弹把你炸死。
给你炸飞。追。好啊，赢啊，赢啊！快点打死吧，一会儿那啥了 ，KTA 没了。哎呀，随便赢。